大家好，我是功夫者平台的行拳教练啊。给大家浅说三件事啊。在前面前期的那几个动作做好了以后啊，不做山体式的要点啊是什么？就是说了，右脚的后脚跟啊搁到这根线上，前脚掌、前脚的外沿搁到这根线上，我们要做到随时随地一跪膝，它都是一膝的距离啊。好，在这个基础上要什么？要把胯叠起来啊！最开始我们是叠不了的，所以这个时候才是最长功夫的啊！让它慢慢叠起来，哎，把这胯叠一叠胯，我们容易撅屁股，怎么办呢？就兜微捋，微捋兜上，然后股道内提啊，沉肩坠肘，然后拔项，特别是这个脑袋。啊，然后这个前膝盖吧，不要做成这样的啊，前膝盖要稍微往前顶一下，这时候就开胯了啊。头一定要拔起来，尾闾一定要兜一下，好，做得顶天立地。这边做一下啊，合住，往下坐。好，这个不要走缝，这个不要走缝啊。起，变长，扣上去就可以了。好，上顶天，下踩地，啊，然后不要这样，扣住，两个掌心顶天，感觉顶天立地，这都要拔起来，收势。然后我会那个延续往下讲啊，以后我会接着给大家讲，肘、胳膊肘都在什么位置，或者讲三害九要，或者讲这二十四法，来慢慢每个地方要求给大家讲一遍啊。现在只是讲一下大概的外形的运作。